你都是讲他不用你让啊，还是你不可能会让他？
无变了啦，伊大姊是评判的，是啊，无变了啦，叫你老夫子帮你倒了，无变了，无安怎行伊？真正是无变啊，无变了。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，六姐，你现在快点拜王雷做干爹啦！啊，有用咩？有，有啦，没有啦，你别叫伊，你别叫伊拜王雷做干爹，你无采工啊！你规天我会用，你传传迄落三星素果，你去电视台，放在电视台门口告白，安尼较紧哦。哦，呀，让评判都觉得哇，这样子好好。好好好好这样哦，但是说真的，因为出好歌手，真的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威德斯大乐队。哎，是辛苦了哈。对，老师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啊，哎，每日每夜的哈在谱曲哎，所以我们威德斯掌声鼓励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对，所以呢，你看2分39秒，我已经发现是谁 Fred。谁 Fred 到底是谁 Fred？ 惠山，罗马丽了，惠山，惠山，你这呼哈，你看呼哈，我有点，你呼哈哦，有走音的哦，呼的不好啊，等等等等，那呼哈，我有天天走音呼哈，都你害的，你看你害张青青，你不要受罪嫌，你会受罪苦大呢，对咯，自己脚撑大嫌嫌马桶未准而已啊。好啦，开开玩笑了哈啊，第二首歌你要唱什么歌？第二首啊，所以也是最近刚刚有听过很多人唱，自己没有这个胆量去唱，哎呦，因为他是一首，我们不一样，你不是啦。女孩子的歌啦，真的，哎，长毛光啦，又是江蕙的，什么长毛光？不言会啊！哇，你都唱这种高难度的哦，哪里会啦？你好心理啊，你这样你要逼死谁啊？第三首才是高难度，又高难度啊！你们两个要唱吧，有劲噶啦，我跟你讲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曲，非常好听的一首《不言会》，欢迎七玉的演唱，四朵美丽的花。欢迎四国金花。辛苦了我们的威德斯老师哈，龙虾。我也是第一次跟老师合作这首歌曲。哎，是没担心。没有，因为第一次跟老师合作，来让老师去找一下谱。好，一样呀。来，哎，你快些，你看你啊，徛到头前嘞。好。有四绿花要出来了。有咩？啊。那你不有请花来啊？花来了嘞，这四位不简单，我跟你讲，屹立不摇的，我跟你讲。来，欢迎我们苏婶舞曲。每一位都是老师级的啊，所以我们再次也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，增添我们今天晚上所有节目的亮丽光彩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靠，这个放这么多呀，这么紧哎！
好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那你唱了两首这么高烂的歌了，哇，谢谢你了哈，谢谢金玉。